手有点在抖，因为楼层很高，而且刚刚那边有一张椅子，等一下，这边椅子更多。Hello， 大家好，我是 Kid， 没错，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探险日。然后呢，这一次要去的这个探险的地方，猎人说是一个废弃的鬼宿舍。那因为他说这个宿舍非常的大，而且楼层算是高楼层，所以说在我们讨论之下呢，今天就不带姐姐出来了。那待会呢，今天我这边的画面也是会带大家看我们在探险前以及探险后，还有探险的过程呢的一些花絮，一些大家没有看到的漏网镜头，都会收录在我的这个画面里面。那会增添了大家对我们探险的一个真实感，以及会觉得比较丰富有趣，不再是只有到了现场拍现场的状况而已。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系列的影片，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我的影片全部都看过哦。千万要记得，只要有订阅，一定要把我影片都看过，光是订阅是不够的哦。那待会我们探险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我们就待会见。好，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要去开车出发了啦。那猎人对于今天我们要去探险的地方有什么可以先透露的吗？小透露吗？小剧透一下。OK， 小剧透的话，这个地点似乎有一个感应者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是有疑似中邪的状况，那后续还有产生呕吐的现象。那根据我们之前有出去探险过，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有轻微去煞到卡到的症状。哇，都吐了还算轻微吗？就是已经侵入他的身体，就是有侵犯到，然后整个磁场有去冲到这样子。了解。今天带你们去的话其实蛮硬的，因为今天又有下雨，所以这样各位应该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真的不是一个这么好惹的地方啊。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去一定要格外小心，所以今天我没有把姐姐带出来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啊，因为我跟观众说我们经过我们团队的讨论之后，今天是不带她出来。对，那今天还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今天也要出来哦，隐藏的一个神秘人物就对，贝卡军团的其中一位女角 Baby。 哦，真假啊，出女角了。嗯，这个女角出很久了，那观众也跟着我们一起期待吧。那我们就先去开车喽，晚点见。各位，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那当然，毕竟是这个拍摄的花絮以及一些漏网的镜头了，所以说当然也是要捕捉一些，尽可能都把所有画面捕捉进去，让大家知道。猎人在干嘛？我在想 ，Abby 今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来满足这些男粉？这是今天的重点吗？该露的要露啊，不该露的也要露。这个是算粉丝的小福利吧？了解。哇，鬼哥刚刚在旁边似乎又讲出了一些奇特的话语。我刚被盗。哦，你刚被盗，好，了解。OK， 那我们先出发啦，现在好像要去接这位嘉宾呢，那我们就待会再拍喽。是重磅回归喽，重乳回归啊！好啦，我们要先买一下饮料喽，先下去买一下饮料。团长也只剩下买饮料的份了，对，付钱的份。哎、欸，没有吃饭好不好？才饮料而已。啊、我说要带饼干来给你们吃，忘了。啊，所以嘞？所以嘞？下车？什么？回去拿。我走回去拿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要鲜奶茶微糖。好，先下去买吧。那其他都绿茶。又有什么事？哦，饮料饮料，了解。这个是我的。啊，这杯是你的吧？这绿茶。哦。没错啊，这就是我们探险前的画面啊。鬼哥的奶茶是这个杯子。嗯，鬼哥喝奶。对。好的，那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好 ，OK。那我们就待会再继续拍给大家看喽。好的，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现在猎人在干嘛？那个喷防疫啊。喷防疫哦，对。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怕现场有灵异现象。猎人不怕鬼，比较怕蚊子啊。鬼哥，你不要乱教好不好？这个会被黄标吧？对啊，我觉得不要。不要吧。我没有要脱啊。龙龙，不要误会哦，这不是我的意思哦，那是鬼哥的意思。而且我们已经叫他衣服好好穿。我们叫他衣服好好穿好。对，你还是把衣服穿好。鬼哥叫你脱你就脱。哇，他已经练到巫术，已经用嘴巴就可以施展了。他嘴遁啊，那已经算嘴遁。
对，噗！人家那个火影忍者他们的施术最高境界不用结印了，他那个鬼哥是施术已经不需要再用任何的道具，用嘴盾就可以了。换谁喷？那我先喷好了，还没喷就已经被蚊子在叮了，靠，太扯！我现在也是探险哦，真的不怕什么太多的状况，但是就最怕就是被蚊子叮，因为蚊子叮到真的很过分。教头也在喷呢，麻烦给我们老鬼喷一下，老鬼，帮老鬼喷一下，这边先喷一下，后面，我现在要帮鬼哥施术了。这叫防蚊疫之术。你以为是在洗澡是不是啊？人那么多，是啊，因为你怕蚊子叮啊。我怕你脖子，因为哎呀，你全身都黑黑的。没有，你像你这样喷，你以为在洗澡哦。好啦，那都喷的差不多了 ，OK 了，准备一下。好的，现在敌人他正在捕捉一些画面，那我们待会就已经准备要进去了。那现在进来到里面，大家都已经神经绷紧了，因为这边大家都有看到状况都不是很好，然后房屋都是属于已经废弃很久了。那我们就先准备一下，就要开始今天的探险。现在来到四楼了，不好意思打扰。哇靠，这边东西有点多。什么声音？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有点在抖，因为楼层很高。这边有一张椅子，厕所。各位，我来到这边真的觉得有点毛，这边我真的不敢待太久。这边真的太忙了，赶快拍一拍，赶快下去。而且刚刚那边有一张椅子，等一下，这边椅子更多。这边有三张椅子，这边有三间、四间，赶快拍一拍，赶快下去啊！看一下，这边是连接到外面。我跟各位讲，我不夸张哦，我在这个楼层，我整个鸡皮疙瘩。这边是厨房，这里是类似像储藏室这样子。这边杂物真的很多，这也是厕所，这厕所都很老旧。啊，这边有一间门的颜色特别不一样。啊，里面怎么声音？
大家有听到吗？大家有听到里面有声音吗？好像有人在讲话。哦。刚有听到吗？我刚讲完，再次确定说里面有声音而已。里面竟然有发出一个碰撞声。里面有其中一间门的颜色特别不一样，我听到门边一个声音这样子，我就是尝试了两次要打开，突然间里面就一个碰撞声。那鬼跟我们能上去吗？嗯。我后面这个窗有声音。先出去，你是要施法吗？嗯。